泉州安溪不幸人士渡海来台经商贸易，从家乡起来本宫开基妈祖神尊，来台并建造草寮安凤，主祈求保佑海上浮沉的平安，并护佑住此地的祖先平安。地道光八年1828年，1878年多次的重建，于民国85年重建完成县治样貌，为台湾天灯发源地，十分良区信仰中心及乡民守护神祇，并于每年的8月15日中秋节为庆典日。我们欢迎十分良陈安公，谢谢你们。中央是不了是安中天上圣庙圣驾，一零一共一百年，发展完马祖无看者，由咱汤祖和宫所主办的天庙相逢特会馆，会友的现场，再次恭敬，是不了是安中天上圣庙，神威天下，求一万里，必有万年，麻烦也咱是不了是安中。管理技术，咱代表另外的林文牛，欢迎大家。来，各位很久好朋友哈，你马上透过直播哦，咱的亚洲广播家族、台湾庙会情报局，以及有咱的桃园慈惠宫哦，连珠粉丝团现场有同步的直播。来，请大家和咱十分了，先用热热情的破声来欢迎。恭迎恭迎，圣安宫天上圣庙，有咱金龙的护持，护持咱天上圣庙这个会场，在这里热热的破声，上盖心里天上的心意。恭迎十分了，圣安宫天上圣庙。